我嘛要阿妈来呀，系啊。我们住台中啊，台中七点多，开车坐90分钟就到了。有哥说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。今天集合是第二航厦，第二柜台。中国南方由中华航空地勤代理。是序号001。那我就是002了。没错，我就是002。好，那就是这一次的领队就由郭秀英小姐所代理。对，啊，副领队就是由002本人代理。啊，所有的小费就交给001跟002。这一团的成员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的右手边这两个就是，对，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牌子，对，啊有，啊然后年纪有一些，对，这边也有家族。要来看方文山的吗？方文山，哎，我们上次也是第二航厦。拍回去看就知道在地几。上次是快天亮，对不对？8月8号，不行，马上去。哦，8月8号，那是399。哦，对，3万多，他有。
差124,000。没有哦，对对对，就是4,400,000。那我就贵你。然后上次八号的，不过我们是因为朋友，对，他就说我要保神奇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比方说有一个人去过，一个是价钱上，所以他本来说这个应该有20，对，就是少他们少他们3,000，他们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搞过来。那你也比较特别，你西藏是什么？西藏。巴黎的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这每次都是最后的，走最远。预计是00:45，一个多小时，中国时间。这次的航班标是 CZ640。对，现在的温度，乌鲁木齐是阴天16度。伊是住美国，啊，伊就倒转来台湾探亲，他就想到台湾用迄个，啊，伊伊是讲用台湾的口罩，参加较少，不会说因为说他们吃美国口罩，啊，伊当初就是啊，去柬埔寨，伊说国家就是太乱，所以大家都几乎都是好像。